货拉拉没这么快来，然后我们就先到店里面来。哇，这边店里车真多。然后到湖南发现了这个，这是我们荷兰没有的，你看好玩啊。然后这个桌子下面这还是个被子，然后这样暖和啊，太有意思了，这个第一次见这样的，好神奇啊。是的，你就是李哥哈。对对对，第一次见这种烤炉，电烤炉。对呀、啊、太有意思了。好了，拖过来了，开始把它卸下来就好了。我最开始叫了一辆，他说太小了绑不住，让我叫辆大的，我就往大了叫。太高了哈，嗯。对，就这样子的，就麻烦卸吧。哦，要拆是吧？哦，我不知道呀，谁知道呀，我第一次干这样的事儿。赛克龙的售后还是很不错的，我这个车拖过来基本上不用花钱，因为他们有联保，把维修绑的车绑车的一些照片拍给售后的话，他们都是有联保的，所以这笔费用我省下来了，感谢赛克龙的售后。这是咱们赛克龙的售后老板，然后老板亲自来给我拖车。小心一点，别伤着人了。你们小心一点。哇，这个车的离地间隙还是可以的哦。小心排气孔子烫到你们了，那个排气孔子有点热。不热了吗？我还怕烫到你们了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谢谢啊谢谢。那个地方被我摔得不能行了，这平衡锤。大致水源的喊声都不能给我打。因为在武汉的时候，师傅帮我换链条，把这个给弄掉了。但是呢，链条他们发货发错了，然后又把这个旧链条又给装上去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就这个链条是原来师傅给你重新换了个新链条，他装配没装好。不是，这是个旧链条，新链条发货的时候发错了，发错了不能用。他发的链条比这个链条小一号，但是能用，但是用的话可能就是怕我跑仓库有问题就没换。你车现在好多公里了？26000多公里了。26000多，今年21年买的。21年3月份买的。3月份，1年不到。1年不到啊，原来链条的磨损差不多1万把块钱换链条了。没有，他那个之前卡了异物卡进去了，然后链条咯噔咯噔的响。然后师傅说那个牙盘磨损有点严重，就想着换一套嘛，然后就脱销了。修车师傅给的方案就是拿焊机给他焊死，因为我现在只要坚持跑到株洲跟湘潭就可以了，这边离湘潭也就200多公里，所以师傅说安全起见给他焊死，因为怕如果说把那个插销再插进去，万一如果说中间再掉就麻烦了。反正我这个链条是要换新的，所以就给他焊死掉，然后就直接骑过去，这样是最保险最安全的，简单粗暴而且最有用最实用的。咱们赛克龙的售后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都是有一些售后联保，你像这次拖车的一些费用修车的费用他们都是有联保的，我不需要花一分钱。强大的售后让我有了走遍全国的勇气，当然也不是说每次都用着吧，这次是纯属是一个意外，因为这个链条的原因也是怪我自己吧，当时非要去换。其实如果说我当时不想着非要去换这个链条，其实没啥目的，哎，还是我自己判断失误，结果导致这样的状况，完了之后让咱们赛克龙售后买单，我太。